诸位东学，请坐，请看《修华严二集》梦境。 万贯关第四兵，第五行啊，那也是对第二对头念起啊，你坐下，一切去利用者一家。 海印心罗常助用，言海印者，真如本格也。梦境心定，万象、皆现。咱就念到即地，即内面有真重要的。 民俗事故，啊，咱也袂当无简单地来介绍一个。什么是海印？这段内面甲咱讲到海印三昧。 在订货部大书店来面，甲咱讲的呀，佛说得掉诶这个三昧名，这还印三昧，是佛说成就诶。 啊！这个所在福，南欧花季还没懂哈，拢知影，几杯，梦想分别，几丢，几三种诶欢乐时期。 登去咯就是大圣教内面所讲的成佛了、啊。梦想分别即着离开了，还、啊、因三妹就现前了。所以啊，伊讲佛所得到的三妹 三昧也是符合民俗啊，对梵语音译过来呀、啊。意思是进修，你甲看卖学了多罗三藐三菩提，三还作静，没还作修，修是啊，享受，啊，正常的享受。 我甲人讲啊，玉都内面的凡夫所享受啊，未出五种、哦，也会使讲五大类，叫做五受啊。即、這个五受啊，毋是正常嘅、啊，唔是正受。即五大类啊，是讲心。 咱啊！即、这个身体啊，有可乐诶，感受，即两大类内面，全部啊，拢包括咯。毋是可收，就是乐收。精神上啊是公心，心有游戏，有啊，即、这个欢喜，有要求，无论你是有偌多,多，即个即个。这个 经界啊，现前啊，那归纳起来总未出即、这个可乐啊，游戏啊，遐有短短时间，可乐游戏拢无，心也无可乐，无所谓可乐，心也无什么游戏啊，即种手叫做下手啊，下手是真好啊。 可是啊，伊毋是真正写，伊果会起来，写个时间真短。啊，六军甲六丁经介一个接触啊，可乐游戏啊就阁出现咯。啊，所以有遮尔啊短暂诶下修，那、啊、讲是永远保持下修、啊，心无可乐，心也无游戏的，就叫三昧咯。啊，由此知影三昧啊是永恒诶。呀。 跌到了后，未过再失去的；跌到了后啊，一个失去叫下修，也是两多内面的啊。所以阿罗汉以上就是啊，超过三界，阿罗汉依相就,就有三昧咯。啊，因所跌掉的未退转啦，未过再失去咯。呀、啊，佛所跌掉？这是究竟圆满。完完 因为阿罗汉所提到，伊啊只是一种见思烦恼下掉了啊，啊，尘沙烦恼伊无断，无明烦恼也无断呐、啊。所以三大类的烦恼啊，伊啊只写了一种，但是一种得到消分的精修。 所以、这个、啊，第二是这个为不退啊，也行，念也是有进有退啊。但是啊，为咧绝对是不退，绝对袂退到六道轮回。啊，伊伫修行法界内面修行，是不断的向上提升，伊袂退转。 这是三个是啥物意思啊？佛者所得到的，伫咱个发言内面讲呀，冤高初主就啊，就会得,得到咯所以冤高初主啊，真正是啊，幸福啦。为什么还个讲伊无幸福呢？啊，请伊为法心菩萨呢？因为啊，无死，啊，无名的这个习气啊，无断。 啊！时期那断了就称伊是啊，究竟啊，圆满的佛果啊，啊，究竟啊，圆满的佛果啊，甲即、這个诶，粗枝破散啦，啊，咱下当公司得到即个三枚，名称是共款，拢是海印三枚，一个是得到即个海印三枚，无时期。 即个是得到海印三妹抑搁有即个无世无名时期诶存在，对于时期嘅搞波啊，助证诶，即、这个诶，诶海印三妹时期啊很真亲啊，所以即是习主位，个机器咧习行咧就无正罪咯。 到习归向习得，愈起去习气啊就会愈少、啊。啊，到顶角啊，著是啊，还有几分的习气，迄分习气长期，你啊熬咧啊就是啊，究竟圆满的佛果了。可、就是你著爱知影，初祖菩萨，即、這个無無啊，无事无名啊，著是啊，不起心，不动念。 啊！无名是起心动念，与不起心不动念，注意想法嘛。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丙丁换了。所以啊，一旦讲啊，对理想来讲，对思想来讲。 伊家究竟何果啊？是拢平等，所以天台大师啊，六劫佛，请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叫做啊，分证劫佛。伊是真佛，毋是假佛。佛是佛是佛啊，十法界佛是无共款，十法界佛是相续劫佛，相续啊，那像是啊佛，但是伊毋是真佛。 为什么呢？无始无名啊，伊无断啊。也就是讲，伊个分别执着啊断落，分别执着个习气也断落。但是伊也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啊，无始无名啊。所以啊，伊真生福，但是伊毋是啊，真福。不起心嘛、啊，不动念嘛、啊，这是真福啦、啊。 啊！咱中国禅宗内面上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初祖菩萨就见性了，就成佛了。啊，诶，这个咱爱真清楚、真明白。啊，这个初菩萨究竟 引起作用诶，当公司完全是共款诶。伊起什么作用呢？都是爹嘢，是化解，而且人讲虚空化解。啊一切众生有感，伊啊就会应。喺一切众生起。 感应道交的作用啊，用以什么心得道，伊就啊现什么心，就亲像《普门品》内面观世音菩萨所讲啊，用以佛心得道，伊就啊现佛心啊，用以菩萨心得道，伊就、啊、现菩萨心。 用以 BQ BQ 逆心得多、啊，伊就现 BQ BQ 逆心；用以中加心得多，也伊就现中加心。甚至讲啊，伊会现花草树木心现山河大地心诶，只是看众生的眼在多位。 伊拄着什物缘，好连大我，伊也就现什物款嘞？形象啊，或者咱讲即个形象啊，互即个诶，干诶即个众生触到即个现象，这个呃、心心象就好连大我咯。所以即种嘅能力完全同款，甚至讲即个用心。 硬化世的世间，就适合摩尼佛。那了六祖啊，呃，慧能大师啊，那你一般讲到这个世间来投胎，所谓啊不上升多啊，啊，伫这个世间也会当带六干年，带偌久咧？唔是己个意思，迄是啊缘分。 啊，缘分也无咯，伊就走去咯。所以啊，意思啊，无寿命通讲诶。有缘呢，时间都啊较久一点啊；无缘呢，时间会较短一点啊。啊，缘是虾米呢？缘是伫、这个，即、这个阶段啊，咱讲住即个地区，伫、这个、啊，伫即、这个。 一段时间内面，啊，有众生接受伊的教诲，幸福咯。这都是有缘呐。啊，即款的众生都是学生也无咯，伊就啊，走去咯。 只要有一个众生，伊拢袂走。佛是梦中不下一人啊！迄是啊，真正唔是假啊。但某做私来到中国，拄着回扣，将法拉传给回扣，伊就走去了。我做恁黑熊 你看拄着慧能大师，慧能大师啊，发着团好意，那像较无一年無啊，伊就走去咯。啊，眼睛就走去咯，眼无精啊，伊在留多世间，留上久的咧，主要知影是啥人，大菩萨尊者，啊，到现在伊啊，哥啊未啊，入办了盘啊。 伊伫都位咧伫啊，鸡足山，诶，伫迄内面立钉。伊啊，都爱啊，等到弥勒菩萨啊，降生来到咱个世间，实现生活。伊啊，从释迦牟尼佛咧，一钵传伙伊，诶，就走去咯，伊有即个岩爹。 所以啊，伊啊，住伫世间啊，是毋是咱中国云南诶？鸡足山呢？迄也是叫做鸡足山，迄地有大卡什诶，道场啊？实在讲，大卡是毋是有去过云南呢？有人讲这是印度诶，即个鸡足山，毋是云南诶，鸡足山啊！即、这个无重要啊，即、这个无重要。 为什么呢？哈喽，韩医生啊！啊，所以讲时间加空间啊，就超越了。十八界的众心无论伫多远感，伊就立刻就用。所以啊，无无一定啊，伫一个所在，我也是伫无偌久啊。 呃，真正是无偌久以前，那就两年前，台湾啊有一个旅行团，我伫鸡脚山迄边有听讲，因去到这个华休门去拜卡什尊家，即、這个团队内面啊有两个人，今伫上后面，惊毋着路咯。 找无路，在真着急的时阵，拄着一个老人伫这个草堆啊，他一支拐杖，哎、欸，拄着咯，因就问伊讲，用老大人请教啊,啊，这个呃，华华休门啊，是伫什么所在？这个老人就甲指点，啊，因啊就找着咯，就找着咯,咯，啊，找着了后啊。 花秀门有假笑尊者的塑像啊！伊、欸、一你看的個、欸就是、到迄个塑像，诶，著是拄则伫个山骹拄着的迄个老兄啊！啊讲即个假笑尊者真正是伫遐啊！亲像即种的情形啊，毋止一摆啊！即、这个呃，一年也有啊，会有几落摆啊。 有人会去看着啊！啊，所以这是什么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得有应咯。啊，倚恰船家是毋是佛咧、啊？肯定啊是，化心菩萨啦、啊，化心菩萨都是佛啦、啊。 所以，这道理，咱来啊，捌，咱来明了啊，你就会深信不疑啊，感应多高，不可思议啊！无论在什么所在，只要有感，伊就会有应。诶，道理是甚么呢？道理就是咱。 这篇文里面所讲的，宇宙是一体啊，众生是一体啊，法界是一体啊，万物是一体啊。啊，伫倒位都无处不在啊，无时不在啊。有干嘛伊就会现象啊；无干嘛伊就问起来咯。问现无讲。 即个拢是诸佛实相啊！所以啊，这个所在佛，咱啊就知影咯，就亲像讲起龙吉师伫金刚经内面所讲的诸佛，啊，伊这伊讲的诸佛，就是啊，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也、啊、包括究竟佛各在其中，诶，都是四十二位处，拢总是称诸佛。 哦，为虾米啊？讲即、這个，这个诶，讲是，诶，三昧呢？诶，诸佛所定三昧，里面讲如大海中，英雄一切之事物，暂连物啊，忽至地海，因现一切之法呀 是几句话真简单，但是讲啊真详细，真像大海，大海是你知影，大海是水啊，啊、呃，水里面也是有波浪，哎，就看未出这个印象，这个印象啊就会乱。那讲水来底无风浪。 海水就亲像这个湖的水同款，一点啊风影都无。这个水平就亲像這一面镜同款。外面所谓的境界在就在，拢总伫照伫这里面。啊，规个乌丢拢照伫内底，这啊叫做海印啊。 大海，这因是什么因是外面的万象，条见啦、啊。所以啊，一下面禅年这两力重要。禅年是清净无染污啊，无破影啊，叫禅年。用这来，比如佛的这个大海，这是自性。 这个智慧就是自性内面本来固着的不坏智慧啊。释尊讲是伫话音经常甲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个智慧都是自性来对啊，本来有嘅智慧，所以智慧不是对外面来。 外面是求袂着智慧，外面无智慧，外面是有知识。啊，智慧啊，毋是啊，对外面求的智慧，爱、啊、对心定落来，心肝内一念不生就会生智慧。心内面若无清净咧，啊，你甲看麦，你也、啊、有即个见思烦恼。 咱用环境诶话来讲，你有执着，你有分别，你有起心动念，啊，智慧就无咯。无咯是啥物咧？智慧啊，就变做知识咯。啊，变做知识都毋是智慧咯。啊，智慧甲知识是清净心，佢诶作用就是智慧。 嗯，带着梦想分别执着，啊，这个起作用啊，都、就是烦恼。所以执着，大乘经教内面称之为见思烦恼；分别，大乘教讲依作定杂烦恼；起心动念就该称作无明烦恼。伊是烦恼啊！ 所以地，知识是烦恼；智慧也未是烦恼啊！也、嗯、有处知影，咱世间人所求的拢是知识，无智慧。不但世间人无智慧，你甲看卖即、這个大乘教内面讲的，阿罗汉辟支佛拢无智慧。 只有半会解脱，无智慧。为虾米呢？咱啊，从、呃、即、这个道理啊明了了后，啊，你就会点头了。伊、啊、真正无智慧。哎呀，见思烦恼断了，定三烦恼无断啊，无明烦恼无断啊，伊哪有智慧呢？智慧着要安怎呢？定三烦恼断了，无明破了。 智慧现前啦、啊！第三环啊是分别，也著是讲，对世出世间一切法未分别，未执着未分别，然后每个都向上提升，不欺心，不动念，智慧现前啦、啊！这个智慧就叫做海印智慧。你看智慧啊，就亲像大海共款啊，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污浊。 用即个大乘教里面所讲的，将即个一切办法，甲归纳做六项啊。性是灵先的自性，相就是啊，慧能大师讲的灵性办法，宇宙之间所有的这个即现象啊，物质现象啊，精神现象，也有即个因果。你看即六理包括尽咯。 圣上李斯、严格，全部拢明了咯，这像什么海盐同款啊，伊是自然啊，毋是恶来啊！啊，即、这个地飞现前的时阵啊，著、就是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毋是恶来啊，是你自先来都本来有呀。 这敢是真的呢，真的啊！那怎样是真的呢？有证人呐、啊，啥人是证人呢，头一个都是些看莫尼佛。伊老大人三十岁时阵伫菩提树下，将梦想啊分别接到拢中放下，也就是讲。 伊啊，也十九岁出家，三十岁成多，即、這个十年年之间，伊所学的遐知识也放下咯，知识若放未落，啊你就袂当建成。有家人讲诶啊，将爱会当分做两大类，叫做二将。 这两大类啊，都是烦恼种啊。都像甲你讲的，这个见思、颠沙、无名拢是烦恼。那是小之类啊，另外一类是所地种。哪管你有所地种，你也未当见性啊。所地种内面有执着，有分别，嘛有梦想，所以啊，未见性啊，未必须放下。 所以像哄下，反而像哄下，所以啊，也多明星哭脸大我啊，我了后有蝶之间，所以世出世间一切法，冇一法啦，也不怎样，啊，冇执法也不未通达咧。 有人噶饲养啊，饲养些看莫尼忽啦，汝甚么拢捌？我问汝看迈，饲牛啊，汝捌无？饲牛囡仔照顾一只牛，汝捌无？几只牛应该就安怎来甲顾咧，啊怎样饲咧？好将即个代志啊，详详细细讲互汝听咯。大众经内底啊，有一个放牛经。 世界我哋唔不自古啊，诶、哎、诶、哎，你只要一个问就问一啊，伊就给你供出来了，给你红法了有做慧能大师，二是系喺五祖回下开悟，嗯得你啊，唔系读偈书啊。即个一个开悟了后，无论是佛法世间法，你去佢问，一无强不怎样。 哦、为什么？伊呀，得到的著是爱印三昧啊！呀，咱爱知影，即件代志伊有我嘛是有啊，你有伊也有，咱逐个拢有。 啊，那拢有为什么不能现钱？原因，阮给人讲咯，但伊梦想集中力不能正直。啊，咱诶海盐三昧，就生诶，即个地海不当现钱，是因为咱现在。 有梦想，有分别，有执着。这三项物件既是烦恼种，又个是所知种。呀，来地海啊，啊？ 所以学好，文化，这个是修学，什么是最重要？这篇文章里面对白所讲的，讲出来了，望境最重要啊！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还原呐。 梦得爱真才会当还原呐！啊，你家己诶，即个自身内面诶智慧啊、德上啊，拢总会当现前。你、那、咧、個、上道是啊，叫入世界著、就是花中世界，以后搞建筑咯，切无一点仔遗憾嘛。 缺点危害都种切无啊！关键啊，都是啊，咱放未落啊。啊，为什放未落？咱的烦恼失去太重了、哦、啊！咱知影应该都要放下。 无办法，亲像石刻摩尼佛，亲像这个六祖灵大师，遐年啊归期啊，遐年啊天地，这一下就放下了。这句佛法里面讲啊，顿悟啊，顿下无处得，一下就放下，贴地放下了，很多、就是。啊。 其心不同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十二字啊，伊在一念之中就下掉咯。啊，这十二字下掉咯，呀、啊，这个还引三昧现前呢，还引三昧真界是无所不低，无所不能呢、啊。 这唔是假呀、啊，这是真诶啊。而且即种猪是正猪，佛门内面诶术语叫做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换做中国意思是啊无上正定正觉，逐个啊拢有诶啊。 所以，正到海印三昧了后，伊敢下去亲满一个众生呢？袂啊！为虾米呢？伊知啊，一切众生本来是荤啦、啊，现在呢，现在也是荤啦、啊，也是安、啊、怎下去落到三途呢？伊袂晓咯。 伊未歇咯，伊是真福，伊毋是假福。就若亲像咱伫即个日常生活当中，有当时啊也会去拄着朋友啊咧饮酒，啊啉酒醉，起酒笑。啊，你讲迄个人是毋是好人？那是好人，啊，但是起酒诶时阵哦，胡白乱讲啊！诶、哎，伊啉酒醉咯。 你话通讲啉酒醉啊，都毋是人啊，迄都毋是好人啊，伊也是好人啊。清醒诶时阵，看伊是一个好人啊，好啊，都、就是啊，清醒诶人。我看伊这众生，逐个人拢是好。啊，所以啊，对啊，每一个众生啊，伊拢遐尼啊尊重，拢啊遐尼啊敬爱。 啊！一丝毫的顶差都拢无，伊心清静啊，清静心则平定呀、啊啊。咱咱凡夫因为有分别有执着，所以啊平定啊就无咯。不平定啊，这是假啊，平定是真的啊。 你拢总爱将即个梦下金，所以梦金还原就平等了。现在在十法界、在六道、在三途，所有一切众生也是平等呀。即、这个呀、啊，平定观啊，你一定爱知影讲？弥勒菩萨甲你讲的即个意念啊，你明白意念，你再知影讲，真平等。 啊，十法改已经中严，相是不敢款，但是第一点来面，你就看到就平定了。第、啊、一点的时间太短了，啊，伫一点的时间你切不行灭，你看到心里去就灭了。所以佛法在成教上讲不行不灭。 那讲义是真正无生别，讲不生不灭就叫做假讲的呀无生别速度足紧的呀所以生别甲不生灭几乎是拢平诶。啊。生灭就是啊不生灭，所以才轻易是啊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内底也是有生灭的啊。 对啊，拢是事实真相。即、這个事物用现在话来讲，是固定说讲是高等的科学啊。对思想上讲，对理论上讲，哎，拢是高等铁壳啊。对思想来看，即是啊高等科学，拢达到究竟圆满、顶峰总结啊。 因那日嘞，科学天下对这问题未当解释，大乘佛法老早就解释了。只要你梦境、还原，啊，你就啊拢总明白了。所以这个所在，咱念有福之大海啊。这个所在讲福，就是啊，诸圣头前讲养诸圣清净。 玩明体啊，咱们连就是清静。这个时分就会应现一切之法，这个一切之法都是咱相讲的啊，性理事因果。 伊个法界虚空界，而且咱佮加一个，咱啊有分别执着过去、未来、过去、未来、过去啊无始，未来无终啊，二拢总看到，拢总明了，叫做印响一切之法，这個、叫做海印三昧，是咱自性内底本来就是拢有诶啊。 所以呢，我也记得我学佛。头一工看到一个出家人，头一工甲这个出家人啊见面啦。我看诶，这个人就是张家大师啊。我甲见面，我头一句话啊向伊请教。 迄个时阵，彭同美先生将佛法介绍互我，我讲我知影，佛法是无比的苏醒，是固定的铁盒。我讲请教大师，佛门内面，是唔是有这方法，互我的真经的开立境界。 我提出这个问题，错下嘛？从嘎代书听到我你问伊啊，就甲我看，太多了进温和内面带着严肃。 伊甲我看，我嘛甲伊看。哇，等伊诶开始啊！迄、那个时阵抑毋知影虾米时开始，等伊回答吧。等半点钟，伊则甲我讲一字，有。我听讲有，伊啊就徛起来咯，用心来听咯。 即字讲出来，伊阁无讲咯。大概听了五六分钟，嘛相当的长啊。甲我讲六字，看一破，放一落啊。无过讲甲遮你啊，紧啊，也速度真慢。讲即六字，即六字我听了后。 那就是也体会回到咯，真正是那像有白啊毋白，要我啊，刷落去就个提出第二个问题咯。我讲请教大师对多位老手咧？伊啊，甲我讲布施啊，甲我讲。 在布施、发布施、无意布施，来阮们头一天见面，大概最一阵坐了点半钟到两点钟，这个关系啦，话讲无多，伊啊，即种教他的方法。 我是到个二三十年了后，才体会到，才明白了香港的单位的情形啊！伊为虾米无要立刻就甲我答复？甲我看咧，看半点钟呢？到我伫咧教学生诶时阵，我才恍然大悟。为虾米咧？ 心浦气躁啊！心浦气躁的状况的进行下，讲什么物件拢听未入去，真正是即气入去，气气出去咯，不得受用啊！所以啊，伊就当我真久。 就是等到我心底平静落来，从心菩提说这个现象啊，修炼咯，真正一心专注，才甲我讲。这是啊，非常高明的教行法。你讲了这个乌啊哇，就有,有就有咯，啊、你看蒙念又个动咯。 所以啊，伊就无讲咯，讲咗有就无讲咯。过了五六分钟，我佢静落来，诶，一个甲我讲。哇，即系了解讲，好快啦，里面啊，即、这个教学嘅方法古明啊。我明白咯。阮伫现在即个钢筋教学啊，是毋是用即个方法咧未用呢啊？为什么未用呢？ 人若讲些问题，半天就毋答伊，伊就走去咯。听将都走了了咯，也、啊、就是讲，现在听将无我迄个时阵耐心。我会等啊，你也无甲我讲清楚，我就袂离开啊。我要等啊。 一个蛋著是啊，啉六菠萝蜜啦，哈哈！金刚经所讲啊，伊这话得胜有啉你袂当啉你得袂着物件。你,你,你佛法内面讲，你袂当啉你就毋是法起啊！老师无被教你啊，我对熟色衰老大人开始，伊啊真自卑。 我真正想要学啊，这就跟我约定，每礼拜两小时。我第三年，我佛法的基础是基于老大人引导诶这个会下奠定的。伊也教我看佛经，看什么经呢？ 我看啊，识下坡，这下控制。教我讲，你下血，这下么？你好是什款人呢？你还理解清楚啊？这个方法也是三四十年了，熬啊，这明了的啊。对老师啊，感激的心。 人年增长啊，感恩啊，伊教我啊，真正是对根本学啊。因为你甲看麦，偌侪只会出家人，学、哦、着啊，多一个宗派就有即个问户之见，就互相排斥。伊老大人教我咧。 对于释迦牟尼佛恶气，宗派兴建自然就消毒了。为什么？所有宗派拢是释迦牟尼佛团的啊。所以啊，咱对一切宗派时阵就用平等的看法，就袂讲哦啊，即、这个宗派比迄个宗派强，无即个念头。知影什么？世尊啊，说法四十九年。 刚经三百五灰，大成经上上讲啊，八万啊，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拢嘛是平等的。金刚经讲啊真好，法门平等，没有阁下。为什么开下做法门呢？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款呐，无其他原因啦、啊。 所以和，和伊诶，行顺众生，随喜功德，伊毋是用即个方法教一切众生，哦，每一个人拢学甲真欢喜，学甲拢真快乐，放下万缘，梦境就还原咯，无一定用即个方法啦。 所以这个心灵自然就脱开了，甲还原关下面下面这个第三段相应啊，第三段来面甲咱攻击三种的周边，第三的周边啊都是啊含氧、空有、含氧、空有，空是虚空，又是万有啊。 这就是大圣教内面常常讲的两句话。每一个东西，我想啊，拢真熟咯。心包太虚，龙舟三界。心包太虚是含空啊，龙舟三界是啊，用有啊。你哪有这么大心量啊？你个世间莫尼佛啊，就这么大心量啊！ 你甲祖师学，啊，即、这个心量就真歹发咯。我有啥？我甲心中个祖师学啊，啥物管啊，其他各种牌不如我。你甲看麦，梦想分别执着就生起来咯。梦想分别执着呐，真呐、啊，你即会当还原呐。一面学啊，一面诶、啊，即、欸这个放袂当放下，梦想分别执着，还是永远袂当还原呐？ 所以我啊，这个心中比较较大，也会当诶，包括世界上啊，所有诶宗教啊，都有宗教大帅之都。这个关系啊，真大咯。啊，伊一个开头就有教我看适合莫尼霍的短语机，对这所在咧热潮啊。 对这所在的门下手，真正将浩法的军对军官上学起。<noise> 呀，彭东利先生特别介绍的，就是《华严经》，伊家己非常欢喜即部经，甲我讲。 华严寺啊，佛经天下概论啊，内容是包括传播佛学，所有宗派也诶理论、基督关节，拢伫华严经内。两个老师，几多诶缘故无共 风式无共款，但是目标方向是共款诶，所以我二分一档公司，无惊弯路路啊。但是咧家己诶弯路湿气太重咯，无办法顿下。老师教我。 你这是你老师教我的，慢慢放下，当你放下，但各个月放下，但刚放下，教我这个方法。一个都是我嘞，还是亲像大阿老啊？一直播就别花起去啊！那出来本事呢？无本事，摔落来就浑身碎骨了。 那个的钝桥啊，进修啊，就那像咧爬楼梯，你慢慢来起去，一个楼梯一个楼梯起去啊，咱嘛无这个本事啊，咱就选择来爬楼梯啊。所以功夫啊，毋是别行功夫着写功夫着是放下。啊，你放下一分。 你就会当啊，看破一分，看破一分，伊又会过帮助你放下一分。所以禅修就是啊，这两个方法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帮助放下，相辅相成，对初发心到如来的这个方法妙啊！ 这里面，有这关键，非常的重要。哎呀，都是金棍贤地线，这太重要了。像是贤地线，不是贤地线，菩萨是贤地线。 我菩萨，咱无得去测啊！经典哪、啊、都是佛，经典都是菩萨。所谓是一门深入，当时分修，这家真正会当帮助你看破放下。 宗教帮助你看破，你会看破，你伫日常生活当中，自自然然啊，你就会放下咯。到甲现度放下时阵，你啊就会有些现象出现。你顺境，咱那恭敬，著、就是咱诶物质环境。呀，你真欢喜。 这顺境啊，显然呢，也是人事环境。你周边拢是好人，拢是你真欢喜的人。你这种境界内面啊，无贪婪，你用贪婪放下咯。也、啊、你对待环境，你也、啊、对待人事，拢是智慧。 毋是感情诶，如果感情迄是烦恼，是烦恼；智慧啊，如果我倒转来咧，周边环境是啊，越严啊，你无介意啊，你真正讨厌、啊，你无爱去住伫即个环境内面啊，啊，这是啊，越劲啊。 诶，周边嘅人咧，周边嘅人啊，拢毋是好人，恶言，拢是来扯你诶麻烦诶。啊，喺即种环境内面，你会当啊，未是清灰，咱啊中国人讲嘅，不怨天不由人。 抑过会用真智慧甲人事啊相处，不怨天不由人。知影、啊、这是家己诶业障啊，小业障啊。若讲有万分，啊你就是增长业障；若讲有不复，那就搁较麻烦咯，那就做作业咯。 所以啊，伫即个夜景啊、屋檐为生，清辉。也，无论是顺境、夜景，善言、屋檐，你啊，拢伫即内面来修清净心、修平定心，从家己嘅境界啊。 灵性，达纲向上提升，这就对咯。啊，所以恭喜，唔管系什么境界内面，你达纲啊，拢是欢乐天啊，智慧重啊。你看，即个偌自在。啊，第即种啊，即个叫做真正修行啊。第即种环境内面。 好啦啦，啊、真正去体会到，讲佛助讲的一句话：，学实习之，不也也好，这个意思太深了。呃、啊，你大家咧学习，顺境咧学习，境也经嘛字咧学习，善恶言啊，你拢总滴咧学习，呃，你是你的呃，你诶，呃呃，气言啦，就跌掉了。即、这个大圣教里面讲啊 菩萨啦、啊，这些、啊、真正诶菩萨，后裔师尊就是菩萨了，欢喜充满啊，相信、啊、欢喜心啊。啊，野心永远啊是平静诶。你想欲让爱生气，无容易啊，伊袂啊。你想欲互伊欢喜，伊也无容易啊，一、啊、心平静诶。可是伫现象咧。 可能啊，你要惹伊啊，欢喜伊笑笑；啊，你若甲伊生气啊，伊嘛摇头苦面，计也毋是真诶啊。为什么是计、啊、要有即款反应呢？即款的反应是互你啊，感觉着讲，你啊，受了效果咯，是要来安慰你啊？若无啊，你看迄个人是插头啊，你甲看喜怒哀乐，伊敢唔是一个插头人呢？ 哎呀、啊，行神众生随喜功德，这都是啊，得大自在啊！这啊，这是啊，咱啊用这来解释，阿弥时修之不也也好啊，用这来解释大乘教里面讲的菩萨欢喜充满啊，相信欢喜心。

有外色，如是等色，海中皆有印象，以是故为大海印。这是譬如啊，开头讲的是譬如啊。然菩提一切众生。 阎菩提用现在话来讲，就是地球啊！啊，咱这个地球上一切众生心皆五外色，都、就是地球上所有一切有情的。咱现在讲是动物、植物、山河大地，即系哎呀，即系色相呢？ 拢伫咧，即个海水内面隐现啊，即爱会记哩。咱若想着讲，即、这个海水是平静的，无波浪，海水真清气，无黏污，无波浪，就一面镜同款。这是啊，讲大，讲整个地球嘅。 咱也未真了解，因为海内面大风大浪，啊，咱啊，甲伊缩小，就甲伊缩小到一个湖，小湖啊，即、这个湖水真清，无黏污，湖面啊无波浪，啊，咱啊，过一只小船也扁舟。 过来到湖中心，你看看四面周围风景，伫水里面的倒影，就叫做海影啦、啊。用即个比喻，比如艺术真赏，海水里面无影像无啊，海水哪有影像呢？可、就是海水照着外面的时阵有影像啊。 海水内面的影像是假啊，唔是真嘞、啊。这就是甲你讲，无咧照诶时阵，每当讲伊无；照诶时阵备当讲伊有，说明即个影像会有非无啊。这著是真实相。 伊如咧只会当啊，比如只方法袂当个，比如到嘟嘟啊好，任何比如拢是无办法，比如到嘟嘟啊好。所以有智慧嘅人，就会经常讲嘅啊。因比如你我咧是上，你对家即个就跟我咯。啊，即个比如教学就得到真正受用咯。 所以咧，一个小湖如是啊。整个即个地球确实比海啊，比陆地较大，水啊比陆地较水。所以啊，好常常用即个海印啊，海内面啊产生即个印象，所以啊叫做海印。在大部分结晶里面。 这个后面讲，这个波迹经二十五，有这段位如大海，一切众流摄入其中，一切诸法入法印中，亦复如是啊，高名海印，这个比如呀，是真好。 这是地里意思。头前是，比如海水真清，伊会当照见。啊，即、这个比如是陆地上所有诶江河，在、这个、水拢总拢流入去大海，海是所谓“功大必川呐。 陆地上所有为、这个，即个假的，呃，水啊，拢总拢流入海中。比如什么呢？比如啊，即、这个一切诸法，万书万法，就啊，亲像即个，即、这个江河内面遐水流共款，拢总流入去即、这个。 发音的当中啊，发音就是发声啊，这话是发声。 因那是印证，诸圣下当印证一切诸法。诸法是甚么呢？诸法未当讲有，也未当讲无。为什么？想有圣无啊，需有立无啊。 这在弥勒菩萨对话里面讲得真清楚了。这个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怎样来呢？是对念头发生的。也 G B C A 波动，这念、个、头是普通，念头的普比什么的波都拢较有意思。 啊，咱今更泡電子泡泡来讲光波、讲电磁波，那比廉波来讲呢，就差真多咯。光波、电磁波啊，啊，咱今用仪器啊，就会当个观察到啊。可是咱心观来，这个念头的波啊，啊，你是无办法的呀，仪器未当检测到啊。

也伫大兴高上讲嘅根本无名，根本无名怎样起来咧？怎样发生咧？伊下当啊，格猜到根本无名顶没有能力，叫做无始无名。今两伊安怎讲？咱初下课的时阵。 连你讲这是错爱啊，人哋喺打梦想。连你讲即个无名啊，大概真空真空咯，无开头，我找唔着即个源头啊，大概太久太久咯。阿南龙安尼想啊，其实错咯，完全想错咯，无是咩，就真简单啊，就是即个字面的意思无开始啊。 无开始，当然就无终了咯。这真是，一念的真相啊！弥勒菩萨所讲啊，这个一念的速度，为什么讲伊无开始呢？你一未意识到伊就无咯。所以，无心无明，就是不生不灭啦、啊，无生灭的呀。 诸生是不生不灭，为声音之所生啊。无始无明也是不生不灭，但是有生命的相，虽有生命的相，伊也毋是声音之所生。可是伊啊，第二个相续的时阵，啦，虽然毋是甲头前是共一个，伊甲头前有关系啊。 有相司的关系啊，伊毋是真正有关系，这是啊，好啦，观察到即个污掉的真相啊，污掉起源的真相，诶、欸，以前发解怎样来呢？怎样有诶呢？做或者是无种烟土。 何塞因的四生法界，反复六道轮回，对对来，甲你讲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你那是讲即个真相，创唔清楚了后，无了无边的差错。金刚经上总系讲一句话，改做总结。 凡所以想，皆是胡梦；胡梦甲希望就平了，那高下呢？所以來，自佛如来应化的十法界当中，伊也无起心动念。人伊诶高明啊，就伫即点啊。咱伫经验当中，也起心动念。 诶，会去分别执着，这是自性烦恼啊！本来无这款代志啊！啊，十法界六道三途是你家己变现出来，跟别人都无相干啊，自造自修啊，玩弄啊！ 你啊，一个放下放下时阵，想一讲现前啦、啊。啊，所有一切现象拢是有妄，你完全明白咯。金刚经里后要翱翱一修持，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愈劳逸愈适应，做愈习惯，你完全明了了，你就入乎境界了，你就幸福了。所以发，发想，认定一切办法，都是认定了诸法实相啊。 即个运动做肯定讲，我啊！咱中国自古以来以因啊为啊真实。诶即个物件，政府顶有看因啊？这啊都是逐个承认啊。 好就出这个比喻，比如啊，咱啊世间真正是有因的，发发因的是果啊。啊，我坏了因是什么？我坏了因是发行甲发生完全是相应啊。发行内边的智慧，就了诸法，照见明了诸法。 就坏了金凶这叫做坏银啊。所以啊，这马戏还也算没意思。这个探险记、探险记来面，这是研修国事的啊。 研修国师对《华严经》有一部注解，叫做探机《探玄记》。清凉大师叫做苏超啊，探《探玄记》内面有一句话讲：“他人家终如为名，是比如啊，从大海，比如做发性，如修罗、树兵。” 列在空中，有在海中映现之相，这是啊，比如阿修罗、阿修罗的空中，伊啊列罗即、这个这士、个、兵啊，啊就是军队，亲像那现在世间讲的。 现在军队啊，有空军，有海军，有陆军，讲 <laughs> 伊有这四种诶，无同诶兵种啊。伫空中，布阵啊，海内面海水澄清啊，哎呀，照甲清清楚楚，印象极强。举一个比如。 菩萨定心犹如大海，菩萨的心是定呀，这定都是三昧，三昧都是定。呀、啊，这个定心啊有刚夫千亲无讲。 啊！咱世间欲道凡夫内底有定心咩什么定咧？四禅八定啊！啊，这四禅定诶，人，伊啊生四禅天，伊无得那欲界。接着是经内面所讲的、啊，不离雷珠，离离军婚啊。 伊去倒一个阶段，伊就一定会入共即个阶层的即、這个伊会斗阵，真像咱世间人共款。你啊看愛，爱学舞诶，拢会去，从门道场来，常想想来，伊袂去诶所在去啊，爱去跳舞诶，伊会去舞厅内底去啊。 啊！咱、这、即个世间人也是之类之类诶。所以是候菩萨修定也是安尼生啊。竖相定诶，拢去竖相天气咯；竖空定诶，啊，拢去无色界天气咯。九处地定呢，拢去声闻发界气咯。比九处地定更较深诶。 会去即个严格化改去咯，个较悬呢？哎，著是菩萨化改去了。搞个上悬的啊，上悬的是什么呢？烦恼将草地将笼中笼下掉咯。 也咱讲，伊到已经发界去咯，伊脱离是法界了。这个著是花严经啊，初祖以上的即个菩萨咯，破一变无明，证一分法心。哎呀，这这灯就叫做海云三昧啊。所以咧，梵高初祖以上啊，伊啊，即个灯就叫做海云三昧。 个菩萨定心犹如大海啊！这是啊，化身菩萨，唔是普通菩萨了。应机现意啊，如比冰上过。对啊，这个呃、啊，这个呃，清净心的中啊，众生无感，这机、个、就是机感，伊是讲十法界无感的众生。 我敢讲的啊，虚空顶啊，伊未叫富菩萨，所以讲富菩萨无感应啊。虚空顶有啊，所以伫次界天内面，有真侪菩萨去遐去应化教化众生，甲因刚经说法，虚空无啊。 所以经教啊，内面的常常讲八难，八难内面都有四空天。八难是什么呢？闻不着佛法啊，闻不着佛法叫做作难啊。咱这个世间什么水灾啊、旱灾啊，这个灾难都无算难。会当闻佛法，这是叫做做大难啊。有八种言。 这是无办法啦、啊！对伊个佛法是无感应啊，所以叫做白人啦。因为啊，伊对这个佛法无兴趣啊，无信心，不闻不问，这叫做左难。因为都对佛法。 我想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闻到佛法就有机会，有缘分。即个一生当中，永远脱离轮回，永远脱离受八界。你讲咱即个一生得到人生佛法咯，乐，咱对有理论方法啦，拢知影咯？ 就是家己反了，时机太重，未当顿下，这做未到啊！那毋是无想欲做，做未到啊！那要安怎咧？这啊，拢是好高多难的，不得已，你求基础，求基础就是渐下，慢慢啊下，大刚下，这真正有效啊！ 最初是真困难，慢慢啊就会真熟咯。到后面啊，即速度会加紧啊。最困难的就是开头的即个十年，我家己的经验啊。二十年比十年啊是迄个销售容易较做咯，三十年比二十年啊就更较容易咯。 你对后面诶进步就会愈紧，所以啊，即、这个欢喜是不断的成长，伊未衰啊。愈恶愈欢喜，这是虾米呢？你试着发霉咯，为虾米有真侪人恶活，恶了真侪年，恶了拢无进步，那就是讲伊无去试着发霉啊。 为虾米无气的发昧？伊无真正做，虾米叫无真正做？伊无写伊无放下。毋管放下偌济，多多你都爱放下。你才真正放下。啊，如放下愈罪。啊，这拢、个、是老师伫早年教导我呀，也是劲过怪。比如在。 你下载愈下愈多，你原来对财都无贪心，你无啊？可是你财报施，财报施，你即个财啊是愈来呃愈多，愈来愈多，变安怎？去贪心了，哎就完咯。老师啊，甲阮即个警惕啊！ 无论收偌多来偌多写，偌多，所以下跌，下跌相等的意思。第一就是讲你爱下下你就有跌，第二意思，迄、那个地是爱伊下调。你所跌掉你无写来讲，你麻烦就会来咯，你就去赔咯。真侪人是爱偷一个意思。 啊，无是啊，诶，好似门中啊，写亿得万步啊，啊真正是写亿啊得万啊，得到了后就贪心起来咯。啊你就永远袂当脱离这个六道轮回咯。也袂安怎呢？所伫个拢总甲伊下掉，下掉了后愈来愈多，愈来愈多，你就拼命去甲下得丢了，有偌多下多，偌多、啊，绝对呀，毋通去积财。 即个富家人啊，伫即个经内面讲，即在上道，迄个不得了了。为什么呢？自性清净心内面啊，什么都拢无。但是自性清净心内面，什么拢有啊，拢无缺啊。你知道物件要创什么呢？所以发报是的智慧。 布施对健康增收，你看世间人求的财富啊，聪明智、慧健康、增收，拢是对下家得着呀。你命对有财、有富贵、有聪明、智慧、有健康、增收，这个命是对对来，是你过去心中报施的。你说报施得来啊？ 这就变作你命底所有诶啊！若讲你会当写啊？你直嘞，搁较侪咯，直搁较侪拢总爱写。常常想着讲祖先古族啊，呃，即、这个祖先以外，我拢着爱写啊、呃。所以即个写是好事，你甲看梦境呃，拢希望啊，反所以常拢是希望啊，爱知影讲。 即个财富啊，是上啊，是希望呀、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拢是上啊。拢应该彻地放下，你啊，即系这条健康长寿啊。 所以修布施要修个痛快啊，即内底无利息、无顾虑，佛菩萨绝对袂骗人诶！甲你讲诶啊，拢是真话，拢是好话。你啊，只要相信，只要义教奉行，肯做。 经认真去做，你啊就会回归初心。回归初心，这叫做大圆满呐、啊。啊，你所需求的全部拢得到了。你无想，无想讲要得到也会得到，意想未到啊。 所以呢，这个菩萨定心道是即个讲的，还引三昧灵应，依在众生的意感嘛？众生有感，伊就会应。头前有甲注意讲到。 因为什么款心得多，伊就现什么款诶心，即是用。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伊觉悟，就用什么方法。所以心无一定诶心，法也是无定法。所以啊，在对讲毋是即个八万四千法门啊。 八万四千法门是归纳起来啊，实质上是啊，无量法门，无量无边啊，无所不尽，那是真诶啊，即个拢是自性内底固着诶，所以自性无丝毫欠款啦、啊。还还官，著是讲咱即本主内底。 啊！咱家念一下，这是都叫咱头前有念句，也海因吃，是两本格呀。梦尽心定啊，梦没了，心清气了，清净了，心定就是清净心，万象再现，变化改虚空改。 所有一切现象，你全部拢照见了。犹如大海，有风起浪，你即个照失去咯。啊，咱凡夫现在的心都是啊，有风起浪咯。将这个照见的能量，丧失咯。 若放知识，海水澄清不不，无上不显，放是什咪呢？放是外面的境界，都、就是外面的诱惑。你会将外面诱惑啊，永远离开咯。外面诱惑是什咪呢？七情五欲。 我要的是在线名气水啊、啊啊，有物质上的，有精神上的。这物件又一叫做境界，红。你在样？你去到七情咯？七情都是喜怒哀乐爱恶爱欲。你啊，先去贪心、痴慢咯，你先去自私自利咯。

尊敬先言，未先贪乱，先感恩的心，无贪乱，夜敬恶言，无轻毁，嘛先感恩心。为什么？只要你啊，如如不动，你就向上提升了。 为什么向上提升境界帮助咱提升呢？如果境界放下、啊、车啊，咱的心动动就对了了。你啊，驾驭驾驭就对了了。你偷也偷也嘛对了，只要你心真的动，你就对了了。 所以未怎样伫境界内面学一个如如不动。咱每工三顿饭，再是来讲究口味，心动咯。你食饭诶时阵才会菜粿摆伫遐咧，诱先你啊，即、这个好食加食一点，迄个歹食就无爱食。你来看麦，家崩的作业啊。 啊，穿衫讲究款式，讲究布料，这是主作业。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以境界所动，所以尊当年在世，给咱做了好模样。伊打工啊，出去拓跋，何以什么以吃什么，无一项不欢喜。的，欢喜心接受别人的供养，接受别人的布施。

布料好啊，绝对啊，未为外口的境界所动。新加坡的生意兴，无所在大，无起一间厝啊，无啊，伊在是都为手卡，手卡伊熟啊，你懂意思？ 最健康的生活，心清净一点不染。所以老大人玩植，毋是玩植伫厝内啊，是伫树骹伫双丘篮内底玩植诶。可是伊嘛真活泼，伊也真自在，伊未执着。即使中家有好诶，即个花园。 用电老哥请伊去江筋刷法，伫遐咧去打规钢，伊嘛是真自在啊，也不拒绝啊。你看啊，技术结果多远，得恁正设，这会道场，伊马上上去江筋，讲完了就走咯，绝对袂留恋。啊，我用现在话来讲咧，即、这个道场啊，主管是主人嘅。 啊，所以管是主人呢，所以讲无你会来用几工啊？有使用管，伊会当使用，伊袂要挃诶。你讲这道弟送互伊无爱，啊，你借伊用啊，伫即块来钢筋教学会用，呢，就这三年五冬也拢会用呢。用完了后还你啊，这拢是啊，伊老大人。 说法啊，教化众生啊，咱来留意啊。为什么到中国嘅时阵，诶，建筑起嚟大教堂咧？啊，你也知影，就、这个、经言无共款啊，风俗习惯无共款啊。个印度，印度人看到即款嘅修行人，拢尊重，拢啊尊敬啊。 啊，背学，甲伊学习，可、就是中国人诶风俗习惯毋是安尼生。啊。中国人对老师迄个尊重北部，甲爸母共款。若有家己住诶厝咧，叫老师北部、爸母去住伫个野外，若有即道理？即这话不好啊，这话不敬啊。所以，会发师来到中国来，住喺去啊，上界好诶、这个，即个诶居住诶环境可伊啊，上好诶供养可伊。 诶，这是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啦，这还怎样？所以啊，好教随顺，啊，我嘛随顺利，无随顺利诶时阵，你未当啊接受，你头先感觉真艰苦，诶，也是错误诶。总得爱人大家欢欢喜喜。可是家己心肝内无留恋，所以给起出家人，虽然在离职嘞。 是医诶啊，进入红警同款。伊安怎带法咧？抑是困通铺，叫做挂单。困通铺，伊毋是一个人是，是间房间有房间啊，还有技师，一般是方便啊，有即个房间，房间偌大咧，叫做红中，红完啊，一灯。 啊！即当地台湾人来讲，两个榻榻米，伊诶房间大，小以就是两个榻榻米啊。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居住环境无贪乱，所以住持也是红中。住持以下总袂当啊，超过即个住持啊。 所以所有积数的房间拢是红中，这是啊平顶房啦。毋是积数，拢是困啊，通铺啊,啊，叫做工单。饮食食饭也是在计等，一个菜一个汤，大鼎菜啊，你看无袂记哩，较早突破。 一种的威风，这家人什么的，能力啊，放下啊，放下，你再跨破，跨破，你再搁卡放下，那、啊、你不断向上提升啊，那就丢了。 你啊，这真正得到欢喜啊！你啊，这真正领会到圣贤的迄种的清净快乐啊！这是《法门观》里面讲的。呃、啊，后面又讲八十法眼经十四。 就第十四关、八十关、第十四关有即段话：，众生形象各不同，形也音声亦无量。如是一切皆能现，海印三昧为心力。这是一首偈啊。众生形象特别是六度。

种类太多太多咯，啊，为什么讲？你的行业是不共款的呀、啊，都、就是做也一做业不共款啦，啊，所以也形象就不共款，搞新新即系共款，辛苦就共款咯，何何都懂啊。 无一个无共为什么无作业咯？完全恢复到自性咯，自性变现出来拢是圆满呢。无一时会欠款啦，所以到幸福就懂了，幸福的机率。完初租就懂了，完全还款了，相貌声音。 是啊，即拢共款想法界内底无共想法内底诶，分也有讲，会使讲大同小异，无完全共，但是到已经，刑法界完全是共款，也就是都是讲，伊善恶业无咯，本来善恶无咯，两境也无咯，所以是共款诶。 于是啊，主行著、就是唯心所现，是共款诶。唯心所变就无共咯。色是甚么呢？色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只要有即个就无共咯。如是一切概念现，著、就是啊，心法界咯，有道三多。 诸佛如来，发心菩萨，清净心中完全灵现。即、这个灵现，爱会记你。众生无感，伊就现；这一个现，伊就应，就应化去帮助伊。众生无感，伊就未现。 像头前讲诶，虚空天人无感，所以诸佛如来未现在啊，虚空天呀，咱即个阎菩提，这是这是南周公诶，四大洲，北洲无佛法，北古罗洲，北古罗洲诶人。 增收，福报真大，真正是属于的衣食住的食，伊诶人会当毋免操劳啊，唔免做作，福报太大了，伊下无求福，所以北苦了州无佛法，也无感。啊，咱即个韦陀菩萨佛法第三就感应，为什么呢？ 当南西这三招，拢有人救屈；北招因啊无这念头，所以北招为陀菩萨未去，无合法。哎也、啊、是啊，八难之一啦。众生有感就应啊，感应、啊、都高不可思议啊！ 这是什么嘞？海盐三味微信的啊，所以这地也有公告了。海盐三味下面有一句公告是“孤零眼睛”的，零眼睛第一是。 灵安经十观，第四观，第四观也非常重要啊！这观啊，如我暗记，还引发功，汝将孤心顶罗仙气，这下刻魔力会实现。谢谢 我用一个按字诶动作，还引发功啊！你下当啊看到如来诶境界，因为啊有人问这个释迦牟尼佛，呃，听讲生活拢在你净土，啊，你老大拢来跟阮斗阵呢？ 我讲我住净土啊，啊，咱两个虽然斗阵，我住的土甲你的土无共款，那无共款呢？佛就啊实现一个一个案子，这个大地金色世界，甲极乐世界是共款。好，大家一个看着啊，佛真正是住净土，佛来、啊、从伊家己的境界。 是很可以看，就是甲伊讲，恁啊在反复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所以恁老是烦恼啊！恁心肝来起烦恼啊，清净心袂当现钱啊，因为一事故。 内底啊有海印，所以啊，伊嘛甲伊啊讲出来，迄是海印三昧啊，伫咧发光，伫咧起作用啊。如呢，即是只恁凡夫啊，恁六道凡夫，你看到适合无尼去逐工咧斗阵，伊大是净土啊，咱大是秽土啊，咱手揪手也共款。 伊抑是咧净土，咱伊抑是咧秽土，这说明是什么？境随心转啊。这道理真深。如果咱的心清净，咱净土就现前了。著、就是大乘教内面所讲的啊，一切法将心想生啊，境随心转，这个道理太重要咯。 所以心静，即糊涂静，叫做世界伫做位咧。只要你得了清净心，你就现在就住叫做世界，就甲失去魔力去同款。别人知影无，别人唔知影。你也无该实现啊，伊永远看袂到。所以佛在即地做了一个表演。 可以看卖，是真嘞啊，唔是假呀、啊！啊，这个净土跟秽土是做伙呀、啊，所以叫做净秽不离啊，不离离离。一、这个较听无啊，咱用电视来做比如，就电视这两个频道，一、这个是清静的频道。 这个是两的冰刀啊，这个是净土，这个是会土。啊。但公旦将个冰刀关起来，两个拢无了。如果咱看这个净土，咱来听副钢经，持这个冰刀，哎，副讲筋。若讲咱持另外这个冰刀，无要听副钢经，看到的是阿弥地角特身恶鬼，拢是会土。啊。 去问看卖，所谓经商是毋是拢伫即个频道内面呢？你无甲起就稳，你甲起诶时阵就现，就现出来咯。稳现无同啊，所以伊无现前你不以，你袂当讲伊无；虽然现前也袂当讲伊有，不有无不利啊。啊，咱今仔用电视诶频道，即、這个大比如逐个较听有啊。 在古早时阵，将这代志讲清楚、讲明白，互人听有，真正是无容易啊！可是，这代志拢是功夫还是上，拢是真实的智慧。所以，临安会上，十欠莫尼佛，即咱讲以用一个神通来实现，互人看。 伊真正是做净土，啊，咱伫花言学遮多，啊，咱会当去理解着，我所讲诶话，逐句啊拢真实，伊毋是咧变把戏，互咱看？伊是真诶。啊，今仔日时间到咯，啊，咱就学到即底。